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夜听，我是刘晓，晚上十点向你们好。有没有一个人，他是你的全世界？你每天早上睁开眼，最想看到的就是他。开心的时候会想到他，难过的时候也会想到他。爱上的不会忘却，那只是一些片段，忘却的无法消失，他们躲在树后面。每个人只要想起他的微笑，仿佛世界都充满了阳光，哪怕一切再糟糕，你也愿意不去计较。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他各种各样的缺点在你看来都不是问题，他即便不那么完美，你依然爱他，因为爱一个人便会爱上他的一切。你心甘情愿的付出，为了他可以做许多不可能的事，只因为他喜欢。寒夜落尽秋天，风景依然进来。也许爱一个人就会失去自由吧，把自己困在爱情里面，找不到方向。或许你也不想走出去，他就像是你的氧气，离开了他，你将无法呼吸。你多么想告诉他，他就是你的全世界，你无法和他说再见。有时爱一个人很累，你学会了为爱妥协，也懂得了思念一个人的滋味。但如果时间能够重来，你还是希望能够遇见他，哪怕你们最后没有在一起，哪怕你只能远远地望着他，但只要能够看着他，就已经足够了。爱上的不会忘却，那只是一些片段，忘却的无法消失，他们躲在进秋天，风景依然进来，相爱沉默无语，飘落一片孤单。每个人是每个人的过客，每个人是每个人的
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刘晓。